铁子们，应大哥要求，今天给他测试一下野豹魔法二的试打效果。这个球杆的键纹选的太漂亮了。五号，咱们接一下15。哎呀呀呀，可以走了。7号，给你第一杆停点，可控性特别强。这个球咱们叫1号吧，处理难点。哎呀，有点直，这球我给拉回来。立起来，顶一下，可以，打个底带吧。球杆特别硬啊，硬中有弹。来球。